要俾咗錢先㗎？我又唔知點樣喺網上俾錢喎。咦，邊個嚟㗎？哎，你嚟得啱啦！我想喺網上買嘢，我要嘢請教你啊。你想買乜嘢啊？哎，你知啦，而家疫情咁樣樣，日日都喺屋企啊，真係好悶啊！佢要我喺網度咧幫我揾啲遊戲機啊，嗱，我揾咗啦，好平，好抵，好多人啊！個網站安唔安全㗎？好多人買啊，你睇下個網站有冇靚？喂，呢啲網站雖然靚啫，但係都會呃人㗎喎。你網上購物咧，要揾一啲可靠或者熟悉嘅網站，你亂咁買咧，好危險㗎。最近警方都成日都講話，好多網上購物嘅騙案。等我看看，嗱，你看看，好彩你未買咋，如果唔係你就成為虎豬大聯盟之一啦。唔係咁衰啩，想買樣嘢嚟玩啫，咁樣都呃我。騙徒係會以任何形式出現噶，所以以後你網購咧要記住。人人都喜欢网购，如果网购不小心，分分钟都会被人骗的，所以进行网购的时候应该小心选择买家，尽量透过商誉良好的网站或者平台去购物，想稳阵的话，当然是当面交收了。